今天中午人气话题带您来看到是考生追分必买，为了庆祝台铁局追分车站建站百年，并且祝福准备考试的学子们考试顺利，台铁追分站呢在11号当天发行了追分100百战百胜纪念卡套，现场吸引了将近500位的民众漏夜排队。纪念卡票卡呢限量是2000份，9点一开卖，不到2个小时全数卖光了。追分车站外头，民众排排排，沿着标线排了一圈又一圈，有人一夜没睡，漏夜排队，就为了这套追分100周年纪念卡套。啊，你是几点就来排啊？我昨天晚上11点多就出门，也想排排组来那个跟女朋友求婚。买到卡套还没结束，还得来上头盖上建站100年专用章才算成功。台铁追分到成功站，象征追分成功。不少考生在大考前或是想脱单的，都会特地购买当做幸运符。碰巧今年追分车站建站100周年，特地选在111年11月11号发行票卡，象征追分100，样样勇夺第一。民国111年11月11日，那在我们的台铁的名片式车票里面呢，同时呢会出现连续7个1，那是非常难得的这个车票哈。每次每人呢最多是限购16张，然后最多呢可以兑换4个。这个纪念票卡，纪念卡套限量2000份，9点一开卖，不到2小时就卖光。卡套采卡片式设计，还可作为贺卡写下对考生的祝福，让卡套更具纪念意义。也难怪民众抢破头，漏夜排队也要买到。记者陈章、陈世杰，台中采访报道。